此刻是愉悦的家，我是呆萌，各位看客老爷万福金啊！昨天咱们的决赛终于是打完了，最终是京东3-1战胜了 BLG， 捧起了春季赛冠军。那么京东将以一号种子的身份参加季中赛，而 BLG 就是二号种子了。好了，下面咱们就来看看昨天决赛上选手们的高能操作吧。369酒桶神绕后支援，多次带起节奏，在京东对战 BLG 的第四场中，8分钟369酒桶的绕后开团很关键啊！虽然自己阵亡了，但是送给了左手两颗人头。这里说一下 BLG 啊，我不知道队内语音阿斌有没有说酒桶过去了啊？如果没说，那这沟通做得太烂了；如果说了还被开，那纪律性太有问题了。然后10分钟又是369的酒桶来中路带节奏啊！牙膏这个闪现啊，我总觉得他想穿狐狸的魅惑，然后配合熏过来反打啊！如果躲过魅惑推晕，是完全有机会的。不知道各位是如何看的呢？大家可以理性讨论一下。九桶在绕了，这个位置，直接要动牙膏，牙膏一闪，直接牙膏要死了，直接被清到死。六九大招再炸一下，还要打这边的位，被大招锁一下，九桶能跑掉吗？是不是硬杀了九桶，但是自己也被换掉，狐狸拿到这个人头啊。牙膏有闪现，想逼个闪，被清到了，反向闪了。牙膏这个位置很难跑，但是迅能支援一下，六九应该是还要继续给牙膏炸在自己的 Q 上。六九完成了这个人头的击杀，闪现给灯笼，奈特也没死掉。BLG 下路双人组完美操作，对线现杀赤帝。在 BLG 对战京东的第二场中，7分钟 BLG 兵线进塔，按机器过来，抬手一勾，精准勾中赤帝。按和大招的瞬间，闪现躲 Missing 的击飞，然后白刀子闪两下就把赤帝给击杀了。这波 BLG 下路两人的操作和配合都很到位。这时候机器人在塔下一直给压力，勾到了，勾的很准，交闪也要死。这下前闪加奥的勾，配合的有点好啊。京东团战完美拉扯，一波好团灭 BLG。 在京东对战 BLG 的第二场中，13分钟小龙团战，这里阿斌武器开E，刚好369奎桑提把阿斌带到了队友脸上，晕了5个人，好在牙膏大招提前放了啊，不然京东就爆炸了。后面卡纳维猴子和左手狐狸的进场让 BLG 难以招架，这时熏又站出来了，一个大招可以说救了残局的京东，让艾尔克营业做了无用功。大招结束， Missing 落进场击飞 BLG， 团战炸裂，这波一打完 BLG 就没了。林哥这边不太好进，而且这个整个的状态 BLG 挺差的，林哥撤出去了，猴子已经拿到了小龙，加疗大招空到了，但是这边林哥打的还不错，空到很多人，罗布林斯给这大招有一个金针，好像补不掉，林哥这边先死了，去看这个大招在杨志里面继续的打，哎呀，我的输出已经打满了，金克斯的位置，金克斯的位置，太好了 ，JDG 的团战拉扯打了一波0-4。艾尔克闪现向前溜人，瞬间点燃现场氛围。在 BLG 对战京东的第一场中，15分钟on 的锤石率先一勾命中369，这里 Missing 露露失误了，大招给了自己，导致369被秒了，然后左手安妮眩晕全给了假猴，这就导致没人限制艾尔克，于是艾尔克直接狂风向前，闪现银焰 Q 切坠明控住三人，牙膏小法一技能框住，这京东就溃败了。卡纳维交闪被阿兵敲死，露露交闪也被猴子收下，剩下的左手也没跑掉，这波艾尔克闪现溜人太果断了。风险要被打掉了吗？一勾勾到了，勾到了奎桑提，卡纳维进去尝试去抢，没抢到，奎桑提直接被辱化了吗？刷了个盾，清护眼睛，牙膏拿到了这个人头，但是而后面在上闪现一个晕的很一般啊，稍微一般，这个位置向前狂风，闪现一个眼睛直接带着最面的伤害打出了2个闪，是我前推，这一波 Elk 完全在操作。史蒂金克斯进化秒解，团战输出拉满。在京东对战 BLG 的第一局中，22分钟 BLG 也不知道被什么附体了啊，突然决定打大龙了。Ruler 这里也是敢打 ，W 减速锤石后上去举报就把 on 打残了，被勾中进化秒解，然后左手安妮大招秒掉 on， 让史蒂金克斯先起飞。后面 BLG 所有控制全来杀左手，那么就没人限制史蒂了。史蒂一直在一个安全的位置拉扯输出，而且艾奥克还被坎纳维单切死了，输出都没了 ，BLG 就彻底溃败。然后史蒂追上阿斌拉扯掉武器的一技能后，就轻松收下了三杀，指定的 AD 啊，确实是又稳又狠。这个位置打龙的话 ，JDG 全员是在的呀，并且巡视没惩戒的呀。打到半血，奥要被 A 残了，勾挡住了，入了有进化的，进化结束时间起飞了。这边小法师抛出了阿尼，阿尼也挡在住了一个火箭，把猴也带走。入了这边还在拉扯，这边阿斌这边看到这开一个反击波，但入了这位置实在太完美了，阿斌实在拨不到入了，只能打前排。入了隔墙还能打伤害，牙膏也被 A 死。入了这边触发最后快感还在追，最后有一个反击波炮，但反击波炮结束，金克斯最后一个 Q 大没有拿到人头，大龙也有了，入了已经笑起来了。这波金克斯对距离的把握太好了，对，
斯根本跳不到吧，就是卡那个 Q 技能的极限距离。节目的最后呢，各位看看老爷都懂的，别忘了给弹幕点个赞关个注吧，我们相约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